这一集要带大家畅游大溪各式主题的传统农村，可以体验以前的农村生活，接触大自然，制作美食，还有超漂亮的复古老茶厂，又能拍照，又能参观制茶过程，当然颜值高有实力的茶点也不能错过，最后在厉害的酒店度过，就是完美的大溪之旅的。讲到桃园，就不能错过大溪啦，因为地理位置优越又广大，有许多的观光工厂跟亲子游玩景点。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小朋友来大溪最爱的地方哦。一般大家提到大溪，都会想到豆干跟茶厂，但大溪其实有不错的大自然景致，可以让人游好好玩的放松一下。这边有很多的可爱动物，也欢迎来玩的人带自己的宠物。另外迷人的地方就是这整个小型农村的感觉。哇，这个空气，这个世外桃源，你以为我在哪？我在大溪。没错，我们现在就位于大溪的休闲农场。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咕咕咕！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个好山好水好自然？你们以为我们来大溪只会喝茶吃东西吗？还有玩，不要错了。金茶金轩，看你们平常就爱摆 pose 拍网美照，先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吧。看看金沙跟金娟平常都市跑惯了，来到这个听得到鸡鸣鸟叫的大自然环境，应该身心感受都不一样了吧？来来来，先多深呼吸几口，觉得有比平常更活泼哦。那应该也有体力干活了吧？为了让你们好好体验一下农村生活，第一个任务就是好好的采菜。这些青菜你们应该都认得吧？这可关系着你们的第一餐，总不能每次吃现成的，那多无趣啊！不过不得说，能穿着这样来采菜，你们也是爱美代表第一名的啦。这是我最喜欢的地瓜叶，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后面还有九层塔哦。我觉得这里最特别的，就是每个农作物都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啊，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一次享受到哦。像是平常都市人压力这么大，就很适合来这边摘摘菜啊，然后就好舒压、哦，可以放松一下那个心情。真的，而且我告诉你们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呢，我依然要穿得美美的。我们这个是很注重好吃又有视觉享受的，知道了吧？谁说公主不能做事呢？好好好，很棒很棒，公主优秀，公主美丽，公主拔菜拔得很好。刚刚这些青菜，我相信你们都有好好的在拔。大家也别小看这块菜园，这里的主理人会依照季节来更换这边种植的蔬菜，所以每个季节来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当季蔬菜。而且这里以完全有机无农药的方式进行野菜的栽种，所以如果看到虫蛀也是很正常的啦。野菜叶子够大再拔哦，不要浪费食材。采完蔬菜，还有下一个任务要等你们做哦。我们现在进行一件事，看到了人生当中最常吃的东西，我觉得是蛋。然后呢，如果我们进去跟鸡妈妈搏斗的话，她一定会说你为什么抢走我的蛋。对，我怕大家会一直听到我的尖叫声，所以呢，我们决定在这里偷蛋就好。有没有鸡？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Hello， 有一只蚕丝蛋发着，快点！好了好了，我们偷完蛋了。大家一定很好奇金沙金轩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主张食农教育的精致农场，结合了传统农村的元素，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作伴，依照季节让前来的游客可以有不同的农村体验。重点是把自己采集的食物做成料理。今天金沙金轩就是用这些材料来做披萨，
相信有老师细心的指导下，这个披萨应该不会做得太差吧。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呢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桃园最近打卡非常火红的茶叶工厂，它是一间专造混合块木的茶叶制工厂哦。当初呢，1899年的时候，日本来台湾开拓我们的茶厂哦。1926年的时候来这边制造我们的机械茶叶工厂哦，就是当时的甲板山工厂嘛。没错，在1946年的时候啊，他们才改名为大溪茶厂的。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在1956年的时候遇到了一场大火，所以让茶厂几乎全毁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美丽的茶厂呢，是2010年才重建设计的哦。这里很用心的推广茶叶的文化，所以不只有制茶，还有很多复合式的空间。来过这里的人都会爱上茶叶的艺术哦。没错，而且你看它的外观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清新。这间茶厂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经过细心整修后，现在已经变成文青最爱的秘密基地。进入一楼会先看到商品展示区，展示着各式各样的好茶，有复刻版的老茶，也有人气超旺的冠军茶。另外还有精致的茶具摆设，看得到的都可以买回家。当然不单单只有商品贩售，往右走则是会看到茶厂历史的展示，以及过去制作茶叶的机器，非常值得花时间好好看看茶厂的历史。当然因为茶厂还在运作，也可以看到工人现场烘茶，感受大溪茶香哦。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二楼，它也是一个呢非常好拍照的地方哦。而且你知道吗？这里其实是他们让茶叶消水分的地方。没错，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二代，它就是尼龙塑胶网哦。那旁边的这一个呢，它是三代，它是使用电风扇。对，没错。哇，哎，我们看到前方的那个地方，它是用块木制成的，它是第一代哦。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旁边的窗户，通风的窗户，通风的都要成90度。对，而且我刚刚有跟厂长聊天哦，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个90度，而且通风呢？哎，蚊虫如果进来的话，它也会自己出去。对，因为它闻到浓浓的茶味，对，觉得哇太浓了，我不能破坏它们，我先闪了，飞走了。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方，它是由151根纵横交错的岩架制造而成的，没有用任何的一根钉子哦。是那种力学构造，没错，这边感觉起来就非常的有那种复古又很文青的感觉啊，所以它就是号称文青风的秘密基地，你知道吗？对，哎，你看它前面那个椅子的吗？这个椅子非常复古风的，你看看这一边这么多复古风的感觉，添加了这么一点色彩。来来来，我们坐在这边跟大家说，这呢可是网美圣地，也是很爱拍的一个地方，没错。而且你看到它的椅子啊，有咖啡色、蓝色啊、绿色，摆在这里完全就是带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风采，真的。对，现在就来拍照吧。对，不跟大家多说了，我们现在拍个照给大家看吧。哎，完美风 pose 开始。完美风。来来来，拍照时间来了！以两位的拍照功力，这里真的能够让你们拍好拍满。除了这些复古的铁椅是所有人来这边拍照的定点，二楼窗户的设计也是很有味道，光线好的时候站在窗边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不过我们不只是来拍照的，有时候放下相机好好看看这个环境也是很棒的心灵享受哦。而且这里不是只有二楼可以拍，一楼品茶区外面的池塘也很有氛围哦。拍了差不多也渴了吧？没错，喝茶就是要喝新鲜的，刚刚烘茶区的茶香应该也有闻到吧。既然来到大溪的茶厂，当然要来好好的品茶了。今天选的是在地生产自然农法的蜜香红茶，看到那个泡出来的色泽，这个红茶肯定很好喝。原本也是很担心泡茶生手的金萱会破坏这个好茶，但是茶厂很贴心的准备了泡茶说明，只要跟着上面的步骤，保证泡茶零失败。有好茶，当然也要有好茶点啦！耶，
我们刚刚在二楼拍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重点呢，它的一楼超好逛，我刚刚整个逛到整个欲罢不能哎，就是爱买啦。哎，拜托，我跟你讲，左右邻居、亲朋好友都是需要伴手礼的，你知道？也是啊，像这种茶就是老少咸宜啊，没错。而且你挑的是他们的红茶跟绿茶。蜜香红茶跟它的清新甘绿茶都是这边的招牌哦，你赶快泡给我喝啦！我们现在这个是红茶，红茶，红茶。哎，它的茶它长得不一样哦。哎，它的茶叶好特别哦。嚯，给大家看一下，是细细长长的，是红茶，它是细条长条状的耶。长条状的红茶，好泡给你喝。平常呢，泡茶这个工作呢，当然就是交给妹妹啦，就是我，还要绕圈，真的很有哎、欸，它的那个红茶的颜色已经很快的浮现出来了。看看这个手势就知道，平常是有在做事的，各位知道了吧？那我是负责，当然是喝茶跟吃东西，好香哦。那这个还要这样。哦，这样一副好像自己很专业，有没有？哦，哎、欸，而且跟大家说，他们的茶叶是在地制造的哦，就是在这边做的。嗯，哇，所以最新鲜，然后又可以来这边现泡。没错，新鲜的是最好的。想必早上的披萨没吃饱，只吃一点茶点怎么够呢？看看这满桌的食物，除了手工糕点必点。充满大溪特色的甘卤豆腱，卤得超入味，还有这个特制甘茶蛋，也是很多人会打包带走的哦。另外，如果有想喝咖啡的朋友，这边也有贴心提供咖啡跟蛋糕下午茶哦。童花绿豆糕，哇，这是绿豆糕，好特别哦，而且它是做童花造型的哎，看起来小小的，很可爱，好吃。我来吃吃看，哎，切切看，哦哦，哇，哎哇，哎，里面是有内馅的哎，这个内馅看起来好像红豆，对，来吃吃看，好特别哦，喂，来，妹妹先吃啊，嗯，哎，这个，这个我会喜欢哎，而且是很喜欢，因为好好吃哦，它好绵密哦，有没有入口即化，而且它搭配红豆泥是一个很特别的，嗯，我觉得好好吃，绿豆又红豆，嗯，茶道你知道是什么吗？茶道，喝茶，没错，就是平常我们阿公都在泡茶给我们喝，都要先闻。好香甜哦，清香的感觉，是蜜香红茶。我觉得我现在身处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喝了这个茶好像融入了大自然一样。这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哎，就是既可以，就是你知道还可以吃茶点，然后又可以拍网美照，然后又可以在这边现泡茶。哎，这很适合那个家里啊，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相聚。这边的环境真的很不错，处处好拍，处处有细节，而且喜欢饮茶的朋友，光是一楼的茶叶就可以逛很久了。如果主持人也有买茶叶给我们的话，就更贴心喽。